天女团 FX 正式出道九周年，彼此一直在忙碌的四位成员们终于同框出现。之前和 SM 闹得有点不愉快的 Amber 也出现，微博晒出四人合体照，很爱很想你们，谢谢我们的 MU。 你们知道我们会一直为你们努力的吗？我们也会一直记得你们为我们努力的，我们一起一直加油。 Jovers with Sex 出道九年，空白期长达三年，已经赶上男团服兵役的空白期，而今天就算是九周年也还是无法回归。出道十多年的师姐小分队都要回归了， FX 也是很多入韩流粉丝的初心。从一开始在大本营见到宋茜一个人，再后来宋茜带来了其余的四个孩子们在舞台上开心的玩游戏、话家常，那几年是 FX 粉丝最开心的日子了。之后的雪莉退团，再到四人的 FX 在出道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官方粉丝名，拥有了出道多年以来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，一路走来也从未放弃，粉丝热评再多的三年也愿意等一个小破团回归，真的快点回归吧孩子们，明年就是周年了，千万不要十周年给我们一个解散专吧，真的比男团服兵役时间都要长了五个人的 FX 是我的初心啊，四人是我要守护下去的决心。